嗨，你们好，我现在到了台服102伏，今天又要来见解了。102伏是比较前面的伺服器。好了，4150万，哇，这个战力是205名啊。第一名是深夜最痴情，这个是深夜公会，他们是深夜食堂，有没有？前面三名是深夜食堂，然后第六名也是，第八名也是。我在这边跟你们讲一件事，我一辈子呢没有把女孩子压到床上过，都是女孩子压我，就是这样子。就是这么帅气，是吧？我们不会占女孩子便宜嘛，我要占什么便宜？所以有些人呢，他脑子通常会想占女孩子便宜的人，就是没有本事的人。男孩子的个性就是称之为俗辣胆小鬼，好吗？好了，那么我们继续玩，看一下什么年代了还要去占女孩子便宜，可怜呐，这些人真可怜。豪杰是1000万的生命，豪杰的血量跟阿修罗两个是长一样的，两个电台还蛮平均的，很好。攻击力90几万啊，攻击力是95万，聘是1083，还是尽可能的在这个伺服器下走了很多速度。我没有走驱动骑士，还是练徐普，那很正常啊，很多玩家都是这样子。徐普没有装备，深海王的话有一件加了30%，6颗星，多数的玩家应该会选择4颗星的搭配方式，是吧？你通常你要从一件装备干净的，你要强化到6颗星，那花身心卡花的太多了，很多玩家都宁可去选择全身4颗星。这个怎么回事？这个1颗星，是吧？这个 CP 值这样子不对啊！你这深海王也放的太多了吧，是吧？还能不动你钻石啊？你这个还是还掉吧。哦，那如果你这个要下车了，你就先不要弄了吧，不然这个本来是应该都要开这些的，是吧？啊，你暂时如果知道抽别的，我们就先不要弄这个了。哦，你这个豪杰怎么会穿这个印记啊？这个印记是最差的，你是怎么样？想说我要上来，你特别去给他弄一些这个，是不是？这个印记我觉得比穿刺还要差哎。哦，豪杰的话，你这个攻击力增加3750，那豪杰为什么要去增加？你想要走一个爆伤的话，直接换装备可能效果是比较好的，是吧？然后这个多数玩家再怎么样活力是比较保守喽。哇，那你要战力高一点的话，你也不能够穿这个吗？你要穿第五级的吗？哇，你这个印记不合格啊，这不合格。4000多万的战力，你的印记只有这一些啊，其他角色的，哇，你这个真的是，哦，印记不合格啊，印记打太少了，啊，真的是打太少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活动参加太少，印记，啊，印记跟活动也有关系，印记打得太少了，哎呀，是吧？所以这比较可惜啊，这个印记是确实太少了，狂人不会乱给你一个结论，好不好？哦，有的时候这个7级啊，要合不是不行啊，是吧？但是你至少6级也差不多，再多几个再合嘛。好，哦，好，那好了，我们去看一下。一辈子啊，不要干坏事，好不好？有就有，没有就没，男人很干脆嘛。主人是175名，然后后面的战力是2700万，前面是3400万，就说明呢，他们这个竞技场的名次，至少我们今天的目标至少达到110名，哦，至少往前推60名。能不能打到我也不知道，我们看一下。他这边还是用了无人机啊，这肯定是要用无人机啊，没有其他更好的角色嘛。然后深海王他联系这个，因为对手可能都是挂了驱动骑士，所以他联系豪杰，这看起来也没有毛病。那并且他已经没有其他的角色可以选择了，所以呢，当前他这个阵容呢，摆位是完全正确啊，只有跟对手打，我们能不能换个位置的问题，好不好？先往前打。我们先试一下这个2500万，哇，这个背心大师格洛里巴斯金属骑士啊，这个阵容很强啊，是吧？所以为什么你老板角色你要打赢对手不是不可能，你要在当期的几个月的范围内，好比2个月3个月，你要有一支差不多的
不然别人有金属骑士，你没有金属骑士，是吧？你至少要有一只，好比你有格洛里巴斯，或者是你有金属骑士其中一只，否则你这样子，你角色太少了，你没有打全屏的嘛，你们没有打全屏的嘛。你包括原子武士所有场上的人，你没有办法去打全屏。哇，这里还给你一个封禁，有的搞了。就是剩下深海王的连续可以打，不过对手有格洛里巴斯，你只能够在他第二回合把你的血量喷完之前，我们要想办法的给他突破。但是这个关键又很难，第一个是除了人家有护体之外，像我刚刚讲的，你没有全屏的角色，你要把他血条清空是很难很难，球棒还会爬起来，就能让你这边不需消耗了。再加上格洛里巴斯跟金属骑士的护航，这场战斗你是输了，没有办法，完全没有办法，而且被秒杀得很严重，还不能发技能，剩下连息。哎，所以啊，这很可惜啊，你要先搞一只，我们要打到110名，除非我们遇到的对手是跟你一样啊，他只有带一只，有好比他只有一只金属骑士，那我们还有一点点的可能，有两只是不可能啦，绝对是让你受不了，人家速度又很快，噼里啪啦三两下啊，真的是打不赢啊，完全是没有办法。豪杰的头发都这样子，哎，高高的。甲虫去打这个驱动骑士的核心很难，是吧？你要反伤什么的都没有关系，最主要是你要有一个攻击能够牵制他而已，就有一次攻击要牵制他，否则就没有用了。好，那这一场我们投降啊！哇，看到模拟器当掉了。啊，重开，所以是这样子。你看狂人呢，过去前面几个月推荐角色的时候，我在格洛里巴斯说过一次要抽，然后接下来都没有说，哎，连金属骑士也都几乎都没有说，都闭嘴，就不敢跟你们说这些，说了没有意义啊。那个说了金属骑士很快就不行了，我怎么敢跟你们说要你们抽？那你们觉得他很强，就说那你就抽嘛，因为你喜欢就去抽，是吧？你喜欢你就去抽，那是我个人看法。我说金属骑士很快就不行了。你要怎么样就随便你好不好，反正他很快就不行了，你要嘴炮要留言你就来吧，就留一留吧，我也不在乎嘛，对吧？我会说这样子，我又没有利益关系，干嘛我说金属骑士不要抽我还会发财是不是？那我天天叫你们抽卡就好了。我会这么说就有他的原因啊，每次这几年的时间都是一样的，没有改变太多嘛，就是说很规律的，所以这角色不要拿那么多只嘛，可以就好了。你大熊眼的当年的伤痛是不是去年这个风技能的伤痛还不够多吗？还不够多你就去抽，多抽几只。 OK， 刚刚是2500万都打不赢，这事实就证明了你的格洛里巴斯跟金属骑士两个越战能力都有的，只是我个人是觉得为什么说不要抽那么多只，废话，你要留黑卷是要留着抽最强的，是吧？你抽一些有的没的干什么？金属骑士是强，但是他还不够值得到底是100%要拿他的他嘛？哎，真的是，好像这个对手理所当然的奇迹持续发生中，这个就我们就有机会可以打赢了啊！这个就比较打得赢了，因为他角色跟你长得一样，有没有？你们两个是好兄弟，长一样，就是原子武士跟这个蚊子啊使用的不一样。好了，走，哎，你们的名字很像哎，你是 RPS， 他是 SKT。OK， 啊，这一场是 SKT 弱输是吧？我最近我很想念，之前有去过一个伺服器，有一个白银组冠军，那个白银组冠军你还有没有在玩呢、啊？有没有看到这条影片？有的话，你到影片下面留言好不好？你让我知道你是谁，好不好？我下次我开你的账号上去你的伺服器去打架一下。SKT 弱输，通常这些人我来看一次。我就记得他们了，我记忆力很好，所以这个排行榜呢我有看过，我就知道我来过了。那这个玩家 SKT 洛书，我只要打过他一场我就知道我打过他，真的没骗你们啦，我打过他，除非他改名字。4890万，所以呢你们有些观众不要再想什么刘狂人你记不记得我啊，留言有没有看啊，没有跟你们说客套话，所有都记得，你有留我就记得，我怕你忘记而已。深海王500万，这次深海王终于开始攻击了，然后主人这边的话速度开始表现
也往上提了，所以对面的他这个气也被封起来，手回合封起来，这是损失惨重啊！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下能不能再往前，这个战斗真的要打一下子哦。哎，猩红纹女啊，但是猩红纹女到现在还在使用，也是很厉害，超厉害。猩红纹女算很少人在用了，现在很少人在用，所以这个主人也是很厉害。还挂上一个全斗魔人，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他最强的阵容，搞不好游戏还没有摆上来。那他们有些人他没有打竞技场很久了，他就上来给他刷新刷新，他不打架的。连自己竞技场的几名都不知道，他就上来按那个助手啊，给他刷过去，3780万。OK， 这战斗太长了，这边跳过，好跳过。哇，这个读取时间读了那么久，还没有读完，打得太激战了。你看他这时间跑太慢了，跑太久了，好几分钟啊。不是吧？怎么跑那么慢啊？哎哎哎，快点动啊！哇，没有打赢啊，这个没有打赢啊。哎，这两个这个胜负肯定是很接近啊，那就是站位的问题啦。不过我有点忘记刚刚对面是怎么摆的啦。好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就依据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比较好的站位。好，这样子给他跳过那一场，应该是包赢的。哎呀，刚刚竟然是打输啊！我怎么会这样子啊？啊，怎么会打输人啊？怎么可能啊？我们怎么可能会输？是不是这个系统可能错判了？那再一次，哎，肯定是错判了，怎么可能会输嘞？是吧？哎，好了好了，然后这场完了，很多时候就是站位的问题啦，那个胜负都很接近，没有所谓谁强啊，谁不强啊，一样啊，都很强。哇，这每一个都是挂着驱动骑士。好了，那没关系吧，我们去看一下主人的身上有没有装备可以开。这里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也不是，这不是，他可能开完了，哦，没有装备可以开了，没有装备。哎呀，好几个装备集中的很厉害，很好，很漂亮。就是这个六星啊，与五星、四星啊，有人可能喜欢这样金光闪闪的吧，主练的吧，对吧？全集中，然后有些直接给你弄到六颗星。这边原子武士啊，原子武士加了暴击伤害是吧？深海王两件，我觉得哈，你这个你会玩了，我看就知道你会玩了。对吧，你有一个新的角色好厉害一点的，你自己就会切换装备了，对吧？你就不会这样穿了。然后你的黑卷呢，74张啊。哇，那这样的话你到时候抽了龙卷是还够，但是龙卷再观察一下。哇，这个账号也有储值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到这个伺服器逛街呢，来逛一逛，感觉这个伺服器高手也是很多，第一名是1.4亿，有没有什么角色是缺的？主人有没有什么角色是缺的？哇，这个格罗迪巴斯还没有合出来，这上次活动他没有抽格罗迪巴斯，奇怪了，这个角色黑卷又跑去哪里了呢？你这个黑卷，你是跑去什么地方啊？为什么没有券啊？你是不是有券不够去抽啊？不然怎么会这样子？这不对啊，这个一定是有券不够就跑去偷抽，怎么可能这样子？看起来样子就不对了，是不是？你在跟狂人说是不是？好了，大家拜拜。